铁血狼母安贝萨是一名机动力超群的战士英雄，因其能在人群中精准压制敌方后排，并拥有强大的技能刷新机制，使其在团战时有着恐怖的后排突进与收割能力。安贝萨的被动技能龙泉鬼步允许他在技能施法结束时通过移动左摇杆来施展一次鬼步，并获得一层龙泉鬼步强化普攻。该普攻将造成基于目标最大生命值的物理伤害，并回复一定能量。龙泉鬼步最大可叠加三层，利用技能不断触发鬼步接近敌人，并以龙泉鬼步的强化普攻造成高额伤害，就是安贝萨的主要输出手段。安贝萨的一技能暗袭会在技能命中后变换为斩裂，持续一定时间。暗袭外圈造成的伤害更高，而斩裂则会根据目标已损生命值的百分比提升第一个命中目标受到的伤害。为了确保一技能至少触发两次鬼步，安贝萨在游戏中期可以先用一技能的一段命中小兵或野怪后再入场，然后在第二段技能倒计时即将结束前再次使用。此时若新的一技能转好后能够命中，便可额外打出一次斩裂。这样仅凭一技能，安贝萨就能造成三次技能伤害与三段强化普攻。二技能铁令为安贝萨提供一个护盾，期间可进行鬼步，之后对周围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非常适合作为安贝萨的起手技能使用。二技能落地时可立刻衔接三技能，使二三技能伤害同时生效，也可以在二技能后的鬼步过程中闪现打出二闪三，改变落点使敌人防不胜防。安贝萨的三技能血路具有强力的减速效果，是他的主要留人手段。该技能触发鬼步后会再次释放，可利用此特点减速范围内的敌人。若敌人较远，也可以直接二三连放，仅用三技能第二次释放的减速配合强化普攻留人。终极技能公开处刑会攫取路径上最远的一名敌方英雄，压制一定时间，造成目标已损生命值百分比的物理伤害。若此技能未命中英雄，会返还一半冷却时间。而被动效果会让安贝萨伤害过的敌方英雄被击败时，刷新安贝萨的基础技能冷却，并回复一定生命值。公开处刑不消耗能量，但施法过程也无法闪现调整位置。抓人时可先用鬼步近身，接三技能减速加普攻打出闪现后，再用公开处刑收割，让敌人无处可逃。安贝萨作为一个轻装战士，更适合抓单和战场收割，除非后排已经被消耗掉大量血量，否则不要在团战时主动开团，待队友开团打开局面后再从侧翼入场，利用技能穿插普攻打出高额伤害，带走核心输出。利用好公开处刑的被动效果，刷新基础技能，不断触发龙泉鬼步收割战场，安贝萨才能在峡谷中大杀四方。铁血狼母安贝萨的符文出装推荐如下：